大家好，我是涛做的木亚强。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种田的小强，欢迎收看我们的拔刀剑第三季，浪子剑客的修炼之道，死亡如风，残棒无声。哎，这样才对嘛！哇，这就没了吗？下一句就没有再接的吗？下一句。如果说落叶是为了归根的话，那么走吧，咱们俩种田去吧。你是不是都忘了？好了，那个我跟宝宝强花了将近一个小时，终于是把这个雪道的那个杀敌数收集到了，哦不对，集满到了5000啊！咱们俩的手都要废了，手都快断了，我都感觉要抽筋了。我现在手都在发抖着呢。这颤抖啊，天。那我们在线下的时候也是通过那个杀敌术复制了几把这个雪刀出来，因为这个雪刀的话咱们后面做的那些刀都会要求要雪刀的。首先咱们这期的话就先把上期没完成的事情给完成嘛。这把黑刃的话可以给它升级成那个叫什么来着，我先看一下。哦，魔刃魔哦，黑刃升级成那个叫这什么黑铜，这是从黑色变成黄色的了吗？黑铜应该字面上的理解的话，这把刀就是黑色的眼睛。做出来抽烟是吧？需要啥材料？需要6个钻石块加上2个下界之心。下界之心你有吗？下界之心我记得好像箱子里面有的吧，等一下，哎，不要再是细节了，我们刷刀的时候那个肯定是开那个简单的难度啊，等等，简单的，哎，有，下界之心有，那个钻石的话咱们也是收集够了，先做6个钻石块。 OK， 是围着它转一圈吗？你直接把材料给我吧，我给你做。那我给它翻地上了。应该它是不需要什么附魔效果的吧？这一波有90多级了，待会可以好好的去屠杀一番了。好像哪里不对劲。咋的啦？等一下。他是少了什么附魔效果吗？我的天，你看一下击退2，截肢杀手3，有截肢杀手吗？哦对，他需要截肢杀手。有啊，我有截肢杀手3啊。锋利五没错，那有啊，耐久3需要耐久3。然后击退有吗？击退没有，抢夺有，需要抢。哦，击退2，击退啊，抢夺3对吧？对。然后火焰附加啊，火焰附加2。那就那个耐久要附到3，耐久需要附到3。走，附个耐久就行了。翻上我的黑刃。OK。哇，附个耐久3花了我10多级。哎，为什么我这拖不过去？拖不过去，它是需要那个一级的附。哈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呢。不得不说，这刀好像好丑的样子。好丑！你看我手中。对，我马上附好了。看。这就是黑刃吗？感觉它的外观很普通啊。我能不能不合了？我觉得这个等等，黑刃还好看一下。重点不是它的外观，重点是它的那个它的 SA 技能，你猜一下是什么？我看看啊，不，这正常来说应该是那个幻影剑。哦，来，我要拿我的村姑配合你。等等，我的发，不是，
这 SA 技能是黑旋，怎么感觉跟那个差不多啊？跟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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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着？我看一下，魔爆斩吗？不是魔爆斩，不是魔爆斩，咱们之前那个跟那个黑狐的 SA 技能一样，跟白狐的那个，他的那个释放出来的那个视觉效果跟白狐的差不多啊，但为什么这模组的作者有点调皮啦，有点坑呐、啊。不的，我得去找个怪试一下，看一下他打在怪身上是什么样子的。他那些伤害啥的咋样？连击伤害的话是哇，连击伤害倒是挺高的。有多少？15、41加41。哇，那可以的。我看试一下这个 SA 技能。哇，一刀秒！等一下，我刚刚没看清。周围还有怪吗？周围我看看，那还有匹马。马是打不了的。我看那好像没有了呢，看地图上。哎，后面有小白。哎，前面有个苦力怕。这所谓的黑穴，不是，就是黑色的洞穴吗？神经病啊！我说你这个老厉害了，把人都吸洞里面去了。直接给他吸死了。哇，他的那个打在怪物身上，他的那个效果跟那个白狐的那个 SA 技能是一毛一样的。我的天，好，那我决定把我的7颗钻石给他省下来吧，7颗钻石块。好失望啊，好失望啊，真的好失望。这什么鬼？外表不够炫酷。我看一下这把刀还能继续升级吗？应该是升级不了的了。还有这个再上一形态吗？没有了。等哪天出去复制一把就行了，我把这钻石块给他省下来。坑啊，神经病啊！坑啊！好了，那个咱们接下来的刀我看一下，三阴魁月松这个哦对，这几把刀的话，咱们现在是做不了的。但是这个三阴如月梅的话，咱们的那个杀敌数已经是攒齐了。九，等一下，我先、那个、我找找。够了，杀敌数已经够了。但是咱们还差其他的材料。那接下来再做一把刀的话，咱们做，哦对，你身上还有命刃吗？命刃哦，我身上还一把。把那个命刃给我，命刃哇！我想起来开了防爆，没事。什么鬼？干苦力啪炸了一下，吓我一跳。那，等一下，你先放地上。这命刃的话，可以给他还能做成那个龙刃猩红。龙刃猩红。对。哇，他需要一颗龙蛋，加上黑曜石，加上石英块，加上墨地石，加上银石，以及3颗下界之心。下界之心应该还够的没？下界之心还够，但是那个龙蛋，咱们之前获得的那颗龙蛋哪去了？应该在咱们之前那老房子那里去吧？快乐老家那边吗？是的呢。石英块子里有一个，走，过去看一下。估计从哇，这不合成这把刀还需要龙蛋呢、啊？对啊，这把刀应该那个挺酷炫的，名字它的那个拔刀剑的名字是血红色的，姨妈色的。血红色的，我看看啊，不，龙蛋我们是有带回来的吧？应该是有的吧。这是一个比较神秘的问题了。有看到吗？暂时没有，我地毯似的在搜索着呢。阿嘞，经过我地毯似的搜索，好像没有呢。在你手上的没？这就咋事了啊？好了好了，材料已经是够了。走。不是，我看你搜半天，我站在你旁边默不作声这么久，你居然都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的。我还以为你正在认真的翻箱子当中呢。
看一下这把武器它的那个 SA 技能是什么。哇，外观应该挺酷炫的这个。你先看看看着它是啥样的。等会还差黑曜石，有黑曜石吗？妈的妈，那边有黑曜石啊，我刚找到了，在那边箱子上。你过去拿一下，过去拿一下。需要几个黑曜石啊？顺便看一下箱子里面有没有银石。OK。或者是银石粉，黑曜石需要一个，银石的话需要一个。那应该是够的。哇，咱们家后面刷了这么多怪。嗨，小白，你好呀。银石。哇、哦，臭不要脸的。OK。有没有？有，都够。我的天，还想炸？来丢给我，银石跟那个黑曜石。都在这呢，你拿这么多给我？那一次背肯定一次背过来。下界之心三颗，命刃放中间，应该附魔效果的话是一样的。再加上龙蛋黑曜石，当当！看外观，哇，这小光圈可以的。哇，这把刀的外观帅啊，真的帅啊，有点这一把帅，还带光圈，我天，有点像是那个异次元的刀啊。看 SA 技能 ，SA 技能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 SA 技能，龙魂附体。这干啥？末影龙重生吗？龙魂附体。我感觉他的那个 SA 技能挺酷炫的，听这名字感觉挺酷炫的，龙魂附体。听这名，好像好屌的样子。哇，他的连击伤害45点，是咱们从至今为止的连击伤害最高的一把拔刀剑。之前最高的只有40对吧？对啊，最高是41，这个45。厉害了，拿个怪物去试试呢。来，咱们先看一下那个所谓的 SA 技能，哈斯基。龙魂呢？可能要打在怪上才能看得出来。哦，我在以为末影龙重生的感觉呢。周围有怪吗？哎，这有苦力怕。我这这么多苦力怕。苦力怕。哈斯基。为什么这么普通？跟他那个名字完全不匹配，好不好？等等，他给了我力量是 ES4 抗性提升2的效果，自己身上吗？对。哇，这个厉害了，看来他是加 buff 在自个儿身上了。喂，不，我的天！等会你别动，你回来一下。我不去。他的 SA 技能是那个下劈加上那个幻影剑。不，这哎，你别走，你冲我干嘛？冲了吧！哎，没爱了。等一下，在 SA 技能不对，那几个效果没有激活，没有激活。等，你过来，你把我炸死！哎，怎么没把我炸死？哎，你怎么瞬移过去了？不是，我刚刚怎么莫名其妙的瞬移了？来，哇，大，嗨。怎么我的两级就被你带走了？我身上的力量效果为什么打你还是两个血？我不知道有毒。等一下，这把刀那个，由于我跟宝宝强在线下刷那个什么杀敌术的时候，把那个基因怪暂时移除了，所以那个复制刀反正那个什么基因怪它是可以复制刀的，这边我就借用神仙姐姐的能力再复制一把出来了，反正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反正咱们找的基因怪也是一毛一样的嘛。等一下，你走开，我要跟这把剑拍照，不要抢镜啊！哇，这放出来！哇，这什么玩意？哇，这血红色的刀身。哇，好帅！这个也能哭下，这个真帅！来下一个！哎，你走开！你茄子！你走开！你走开！你走开！
不，我在你这前面还能挡进的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拍个照先，不要紧。好，好，好，好像距离刀有点近。好，切着。好，这把刀就交给你了。Okay, 咱们要不要去找怪物试试手去？走吧。找怪物试手也没什么卵用啊，没有那个精英怪模组啊，精英怪模组咱们暂时移除出去了，还没加进来呢。走吧，我先把身上的材料给存一下先。行。哇，这龙魂附体就是给咱们那个一些增幅的一些力量效果啊，而且它的那个 SA 技能怎么说呢？就是那个下劈从上往下劈，然后召唤三次把那个什么幻影剑出来攻击敌方。也可以，哇，这直接看这里还有个龙的。等一下，我身来宝宝强分你一些那个凳子坐。凳子啊？哎，这个可以。我身上还有两组。赶紧排排坐来，摆起来，排排坐。我们这整下去，估计到时候这里全是这个僵尸头了。拔刀剑它是有那个斩首效果的，所以这些僵尸的头盔有这么多也不奇怪。直接带走。等等，我怎么感觉咱们这样摆，那些有强迫症的小伙伴会难受啊。我这怎么有些头是歪的？对啊，你没有放正摆，没放正摆的话它就是歪的。等给它修饰一下吧，这些歪的。我身上还有一组。走，这边好像都快放不下了嘞。管他呢。这头是全部都要放这一边了吗？全都给他放出来呗，这也相当于咱们的那个荣耀啊，咱们总共杀了多少僵尸？妈，你身上怎么能有如此多的头颅？就刷杀敌数刷的呀。他是拔、okay. 他是拔刀剑是有带那个什么斩首效果的，厉害了。哎，怎么没有？只有僵尸会爆头吗？对啊。咱们刷的就是僵尸啊！我在想也有刷别的，小白也会爆头，那个苦力怕的头也会爆，但是他苦力怕掉头的几率没有那个僵尸这么高。OK， 我觉得这一边马上就要全部铺满了。九。哇，卡！瓦杆是突然卡了一下没？对啊。哦，我这头我自己放着都看不下去了。好了，给他修饰一下。我身上的已经放完了，我不管了。地上好像还一组来着呢。我捡了，已经捡了。我的天，手速这么快的吗？开玩笑。九。然后咱们这期的话就暂时先做这两把刀吧。这个雪刀、oh, okay. 雪刀给他，我看一下，雪刀给他合成什么剑来着，我看一下，是那个什么玉刀，好像是玉刀什么什么的吧。你也记不清了吗？对啊，这里面这么多，加起来总共几十把刀，我哪里记得清啊。哈士奇啊。哎，哪去了？我的妈！你给我的刀真的是有毒吧？为什么我的 SA 技能一次都打不中你？哦，对，咱们下期就合成这把刀，合成那个玉刀四字，它的那个 SA 技能跟之前的 SA 技能是一样的，波刀龙斩，但是攻击普通攻击的伤害它有十点，连击伤害的话是咱们这把什么？龙血，这个龙刃猩红的一半。一半？那一半是多少？22呀。
哇，那还不是没这把没咱们这把龙人厉害。那个刷怪房那边，哦，我这边有标记，有标记，咱们去刷怪房那边做试验吧。九，来，我已经过来了。哇，这小僵尸一刀就死了，直接上 P 就死了。这么强劲的刀，那必须的。直接上 P 死了。砍招吧。哇，不行不行不行，给他们试一下。每次跟你在一起，连这个我拔刀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带走。哇，这 SAG 能挺帅的。哇，这感觉可以的。短子用的是哪一把？就这个龙刃啊。看招。哎，这是把命刃吧？之前没捡上的没？对啊，又捡到一把命刃，但是命刃的那个刀咱们都已经做完了。小调皮，挺强力的嘛。哎，你打到第几人了？哎，我终于能打着你了吗？有怪的时候是就打得着啊，就可以打到呀。等一下，我得找一个好点，哎呦，找个好点的角度截个图先。小调皮，哎，什么东西从天而降？刚刚一只小僵尸，没错。哎，你拿个铲子还想干啥呢你？哇，这把刀的伤害是真的高，是真的高这把刀。然后这一把那个什么黑铜的话，这个黑旋黑你个头啊！这明明就是你个头，这明明就是次元斩，好吧？换了个名字，换了个名字，他就可以让我们觉得他 SAG 能变厉害了吧？开玩笑，我这是传说中的挂那个什么卖什么。不是那个怎么说来的？本来他这个 S A 技能按字面上的理解，他就是召唤一个黑洞，召唤一个黑色的洞洞出来，把这些怪吸进去，对吧？字面上理解、啊、理解肯定就是这样理解的呀。但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次元斩是吧？但实际上这里面的就是一个次元斩啊！啊，这叫挂着次元斩卖着黑血，没错。可以的，很。我终于想起来了。好了，那个，我身上装备需要修一下了，我看一下。来吧，咱们先那个吧，先结束这一期吧。等，咱们待会儿结束之后，把那个基因怪模组加进来之后，咱们再做那个御道师字。好嘞。你人呢？人哪去了？我跟你旁边呢。没看到你人啊？我都瞅得着你啊。好了，不管了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啊！非常谢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要滴滴滴滴滴滴订阅我们哟。好嘞，如果小伙伴们有啥好的建议或者是想法呢，也是给评论在视频下方的，咱们就下一期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